时，全体成为呕心沥血掏心掏肺废寝忘食全力筹把上者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新变3.0，欢迎。现在我们有请双方辩手做出自我介绍。大家好，变心冯小桃。大家好，变心叶佳颖。大家好，变心于佳静。大家好，变心郑明颖。谢谢长龙。大家好，变心对手可以下个一遍。好，不一会。A 侠客二变郑传一。大家好，黑侠客三变谢尚远。大家好，黑侠客四变陈少康。比赛开始前，请在场的各位把手机调至静音模式，以免干扰比赛进行。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初赛的辩题为：追求无愧于心，还是追求尽如人意更愚蠢？我们马上来听听场上的八位辩手有什么话说。首先，我们有请正方一辩开篇立论。My test。大家好，尽如人意指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在一件事情上满足所有人的意见，无愧于心指的是坚持追求内心的期许与原则。比较何者更愚蠢，就要看何者更无法面对跌宕起伏的人生变化与挑战。而我方认为追求无愧于心更加愚蠢，原因有二。第一，追求无愧于心让我们失去各种机遇，更愚蠢。愧是源自于我们达不到自己内心的期许，因此追求无愧于心是坚持要达到自己内心的要求。追求无愧于心的人在做决定时认为要依据自己内心的标准高于一切，因此更不懂得妥协与协调。但人生总是多变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面对挑战，死守原则，缺乏变通，自然无法面对多变的人生与充满挑战的社会。在生活中，有的话，有的情况不能够直说，但你坚持直爽坦白，你就会可能断送人脉，或者是可能老板不爱。为了不违背内心的原则，无愧于心，可以主动放弃人生中提升的见地与手段，主动放弃突破的机会，非常愚蠢。反观追求尽如人意的态度，在追求尽如人意的结果时，不断应付万变的社会，在洞察人心的过程当中，提高自己的分析与解读能力，这种人何蠢之有呢？第二，追求无愧于心的人，让我们追求无愧于心，让我们错而不反省，更愚蠢。追求无愧于心的人对内心的原则是坚持不移的，认为按照自己的期许所做的事情就是对的，因此即便在追求尽如人意的过程当中处处碰钉，也不愿意反省，跌入了不断循环错误的漩涡当中。不仅不认错，他还可能觉得是众人不了解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坚守自己的价值，在撞板时不懂得反省，不愿意改过。相反，追求尽如人意，为了达到多赢的局面，在受阻碍时会绞尽脑汁改变自己，以便迎合人的要求。前者让我们陷入了僵化难以改变的局面，不知反省，而后者则使我们更加灵活变通，因此追求无愧于心更加愚蠢。谢谢。谢谢正方一辩，正方所剩下的时间为现在我们请反方四辩向正方一辩做出质询。Hello, my test。好，谢谢各位辛苦了。请问对方，刚才你说到尽如人意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什么？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意见，对吧？对。好，所有人的意见，这点是第一个共识。尽量满足。我明白。第二个，对了没有？我们请问你方，愚蠢的字典定义是什么呢？
愚蠢的字典定义的是不够灵活变通则为精灵，愚蠢就不懂得变通吗？不灵活变通，那么能不能说是一个头脑愚钝的人，可以吗？可以吧，同意是吧？啊，表现在行为上面。对，明白。那头脑愚钝的人通常上他的想法是不太多的，这点可以基本上可以认同吗？对呀、啊，所以尽如人意的人就是，所以愚蠢尽如人意的人，我明白，我明白。所以愚蠢的第一个特质就是他想法不太多，这是第二个共识。第三，我请问你的是，听过香港的真普选运动吗？听过。听过占领中环运动吗？也听过占领轻便。对，占领中环的另外一方叫什么？持反对立场。反战中环。反战中，谢谢，很聪明。肯定不是占领轻便。台湾有绿党，懂吗？台湾有绿党，懂吗？你想告诉我很多矛盾，对吗？其实是猜对了。所以能不能告诉我们说，人意其实有矛盾呢？基本有矛盾是前提，有矛盾有难度不代表更愚蠢。对方也承认这个前提就是人意是有矛盾的，这是你认的第二个前提。来，第三个这里，我请问林芳哦，如果我在家里自己引爆这个一个炸弹，把我自己炸死，这个东西危险对吧？无愧于心，人觉得炸死自己就无愧于心。对啊，没有，不要紧张，我没有讨论到内容，我只是问你。你没有问我，我就可以随便答。好，我再问清楚一点。下一个问题，如果我在公众场合引爆炸弹，既炸死我，也炸死很多人，是不是更危险呢？所以 ISIL 的人通常是这样子，所以他愚蠢。对，他们看更危险，所以要害到自己又害到人的话，是第二种更危险。所以无愧于心，人害自己害别人蠢哦。剩下多少时间？你剩下17分17秒。好，谢谢。这个问题问你的是，你说我们如果无愧于心会断送人脉，对不对？啊，对，相比起尽如人意，所以我们要保持人脉，就要跟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就人鬼两道通吃，有人脉，对吗？所以尽如人意的人看起来就是精明的。对对对，所以你要提倡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下一个，你告诉我说，其实这个无愧于心是错而不反省，对吗？对。嗯，错而不反省的人，我们又称他为老顽固啊、固执等等，对吗？对呀、啊，所以都老顽固、固执、蠢。所以无愧于心的同义词是冥顽不灵，是吗？不对，他坚持这个态度的话，他就有可能在万变的社会当中坚持。好，你说就冥顽不灵，反驳自己立场啊？我们二辩开始。我没有反驳自己立场。谢谢反方思辨，反方剩下的时间。好，现在有请反方一辩陈词立论，有请。谢谢虚拟的主席，各位大家早安。今天对方并没有很清楚的阐述无愧于心的定是什么。无愧于心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尽如人意则是满足他人的意志。愚蠢在我方的定义来说，就是没有想法，盲目跟从。而今天对方一辩没有很好的告诉我们，今天在这个比较性的辩题是什么样的衡量标准。我方认为今天追求尽如人意更为愚蠢，因为我们要看的是何者更能限制人的思想。我们认为追求尽如人意更为愚蠢，因为追求仁义其实是随波逐流，而无愧于心是坚持己见。人最珍贵的是什么？人最珍贵的就是自由的意志。自由是人类崇高的价值，因为自由我们不被社会主流的想法束缚，因为自由我们不被独裁者绑架你的思想，因为自由我们才告别了封建的思想，我们拒绝了愚昧，我们迎向了文明。宋朝的将军岳飞当初为什么被召回？因为他为了要尽如人意，尽如皇帝的意思，所以才回到朝廷，结果被刺死。如果他当初无愧于心，坚持认为自己在边疆打金兵，那他今天不会落到如此的下场。到最后荆州为什么变成渝州？因为他尽如人意，所以我们说他是愚蠢的。第二，仁义是极不统一的，这让该我方的思辨有说了。而无愧于心呢，却是能够贯彻始终。尽如人意将是追随他人的思想潮流，但思想是不统一的，要求尽如人意就好像会让你左右为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该对方告诉我们说，今天无愧于心会失去无愧于心会失去各种机遇，可是曼德拉就是在失去各种机遇的情况之下，在面对极不统一的仁义的情况下，面对白人和黑人的意见的矛盾统一情况之下去坚持。
爱迪生也同样的意思，如果他尽如人意的话，那么他应该放弃他的研究。但为什么爱迪生最后成功呢？因为他坚持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所以到最后才能发明出电灯。第三，尽如人意是向现实低头，而无愧于心是打破现实的限制。尽如人意其实是向不公不义低头。唐朝时期，一名名叫魏征的丞相力荐唐太宗，励精图治，才带来贞观之治。如果尽如人意的话，今天魏征应该是要抚顺唐太宗的想法，而不是去告诉他你错了什么。这也跟对方的第二个论点非常的相似，对方告诉我们不能反省，但真正尽如人意的才是不能反省。所以今天我们认为，我们的人民不要变成愚民，我们就不要去尽如人意。谢谢各位。谢谢反方意见，反方所剩时间为。接下来有请正方四辩质询反方一辩，有请。谢谢大家好。刚刚您方第二论点是想告诉我们尽如人意有坏人吗？对不对？OK， 请问一下，问心无愧的心，这个世界有没有坏心肠的人？也有，也有。谢谢。所以双方都有坏人。好，第一点共识。你没有提到什么？刚刚你提出岳飞的例子，是我们想象岳飞的原则什么？他背后妈妈帮他刻那四个字什么？精忠报国，他后面精忠变愚忠。所以精忠报国也是要问心无愧的原则。对方要解释精忠为什么变成愚忠哦。我还没有问。好，请问一下，蛇到金牌招他回去，是不是因为精忠报国？是不是一种精忠报国？他是尽如皇帝仁义。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人他是不是一种精忠报国的体现？是吗？当时是精忠报国，现在是因为是愚忠报国。所以谢谢。所以尽如人意有愚蠢的地方，也可能愚忠；问心无愧也会有愚忠的，也会有愚蠢的地方。民方根本没有比较。岳飞当时是听谁的？刚刚民方说问心无愧，对不对？刚刚你说问心无愧的人更贯彻始终，对吗？是。好，贯彻始终的蠢是不是蠢？什么？贯彻始终的坚持蠢是不是蠢？是啊，没错。谢谢。所以贯彻始终也不是您方论证愚蠢的标准嘛？我不敢说，好像您方的标准都不能成立，没错。你的论点都会小哦。谢谢。好 ，OK。谢谢正方四辩，正方所剩下的时间为。接着是陈词二环节。现在有请正方二辩进行第二轮的陈词。谢主席，大家好。我们今天发现，其实对方三个论点和愚蠢之间还有很大的不衔接。第一，他告诉我们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态度和坚持己见态度的比较。各位，随波逐流就代表你愚蠢吗？对方是把前提建立在，因为他使我们的思想变得不自由。可是各位，如果我们今天说尽如人意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就比如说，今天你有四个人意，那今天如果我要满足你们四个人，我第一个要做的是，我必须了解你们的需求。我必须要想办法怎么满足你们每个人的需求，在第一点，我本身思想上就已经本身是需要去绞尽脑汁了。第二点，我需要洞悉人性，就比如像您方四辩这样冷静的，他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他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去讨好他，而又比如像您方一辩这样的不同的性格，又喜欢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讨好他，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尽如人意的人，他其实急需是要去洞悉人性的，他的思想并没有你所谓的那么不自由。相反的，一个坚持己见的人就代表什么？什么叫己见？我认为我自己的意见是我唯一必须坚持的，看到吗？真正不自由的其实在坚持己见，因为你的思想被某一个固定的价值给套牢了，所以第一个巴掌狠狠地回到你的脸上。第二，你和我在比较的其实是一个不统一和统一的概念。各位，请问不统一距离愚蠢是不是也还有距离？我举个例子，今天我们以前都说民主和共产两个是对立的，结果为了调节这个对立的局面，结果我们共产是什么？我们共产生的是民主福利国，看到吗？这两个不统一的东西，经过我们协调之后，它其实可以有个中立它其实可以有个中立的结果的。可是我们要达到这个中立的结果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很
很多计算，我们需要通过很多人和人之间的协调，这种协调和计算都在告诉我们其实是精明的人才可以做的事情，一个蠢的人他其实做不来计算的，你明白吗？相反的，像我刚二辩所说的，贯彻是不代表一定不蠢，如果你贯彻的蠢，请问叫蠢不蠢？所以你第二个论点其实跟蠢之间也是没有直接论证的。第三，其实你告诉我的是第三告诉我的吗？第三，对方也是很现象归纳，他告诉我们说尽如人意啊，尽如人意一定是向现实低头。各位，尽有没有向现实低头，其实要看你那个仁义的义是什么。如果今天安华要求我们全部人去反国政，他要求我们去顺从这个义，请问我们有向现实低头吗？其实并不必然，看见吗？有没有向现实低头，需要看你的无愧于心的心是哪个，是什么，是什么，而你尽如人意的义是什么？他不必然和现实有没有低头也是没有直接论证关系的，所以我才告诉你不要那么玩打，看到吗？你们的立论那么玩打，你们的脑子那么混沌，都连接的不太起来，推理的不太清晰。所以对方没有今天论证的三个点，其实纯粹只是在告诉我们要做到尽如人意，第一很难，第二即便做到了，你可能是个随波逐流，价值没有那么高尚的人，可是既难又高尚，其实跟愚蠢之间，跟一个不会思考或者自讨苦吃的人之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希望待会儿的二辩可以仔细的跟我们向我们论述之间的必然关系是什么。谢谢。感谢正方二辩的发言，正方所剩下的时间为现在我们有请反方三辩对正方二辩做出质询，有请。好，谢谢。请教对方，您告诉我们说随波逐流不是愚蠢的体现是吗？随波逐流只是没有什么主见，可是他不蠢。好，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讲说在一个民主制度底下，人民并没有发言，他们是愚民随波逐流，请问这种没有想法的人，我们叫他是愚民还是聪明的人？如果人民顺从民言的意，他就是聪明的人。所以说有时候要共产，有时候要民主，那走去共产的时候他们就大力说共产，走去民主就大力说民主，你觉得这个叫做有思想的人吗？所以如果要进入人，你是既要共产又要民主，我们就有了民主福利国，可是如果你无愧于心就不会有这个结果。对方同学，我们现在不是讲说两者都要，你讲的是尽如人意，满足所有人，你觉得要满足共产还是满足民主？民主和共产的人都是人啊，还是满足你要满足所有人，你当然要满足两个人啊。好，谢谢。所以说从这一个点当中，对方同学他并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也就是说我得到了人意他是不统一的，不统一只代表很难很难，不代表愚蠢。我请问你第二个问题。好，您告诉我们说固执被一个价值所套牢吧，对吗？哈，您刚刚所讲说这一个固执被一个价值所套牢，所以这种方式，对，人生最蠢的东西就是被一个价值绑死。所以说文天祥他对他的这一个忠于他的民族的那一个精神价值套牢的价，历史给他的价值是蠢人是吗？ ISIL 也被这个效忠宗教的价值给套牢了，看见没有？我请问您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为什么跑去 IS？ 所以我想要跟你说，你比个别例子其实都有好有坏，我们来看纯粹的理论上来推理好不好？你没有回答问题。我回答了，我举反例不敢听。文天祥你不敢回答的话，我再请问您，马丁路德金还有林肯他们也坚持他自己的理念想法，解放黑人解放黑奴，问题在哪里？所以马丁路德金成功了才叫马丁路德金，不成功叫马丁 nobody。所以说对方同学的意思告诉我们说，当他的那一个他坚持他的信念可以为他的人民达到一些目的的时候，这种可是他也尽如人意啊，他也尽如人意啊，马丁路德金是黑人的。好，请你回答我问题。他也尽如黑人的人意啊。请你回答我问题。我回答了你的例子两个都有。所以说文天祥、马丁路德金、林肯对方都没有回答问题，用 IS 来逃跑。不是，我是说两个都有。我请问你 IS， 好好好， IS 他愚蠢在于说他无愧于心还是他杀人？他愚蠢是在于他对他的宗教盲目相信，觉得违背宗教就有愧于心，没有思考。所以说有人很虔诚于他宗教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杀人就问题，问题在于杀人而不在于虔诚宗教，对吧？不对，而是在于当你盲目的觉得坚持一个宗教的时候，谢谢，即便宗教叫你杀人你也会去做。谢谢反方三辩，现在反方剩下的时间为
辩进行陈词。好，谢主席，首先要请对方把态度和所做的事情分开来，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的谈。今天我们谈 ISIL 跟谈这个文天祥，对方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套在一起谈，我们自己谈不出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IX 不但只无愧于心，他还有创意制造杀人的方法，他还有很创意很勤劳的去杀人，所以勤劳的创意根本就不是愚蠢的吧。所以他愚蠢的在于哪里？愚蠢的是他做了杀人这个动作。如果 ISK 是派遣的话，绝对不会残忍。所以第一点，对方请你把态度和所做的行为分开。第二点，对方没有一直说我们有愧于心的话，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选不出来。对方没有，今天无论今天有愧于心，要在于看你有愧于自己的好的心还是坏的心。对方错了，今天有愧于心还是尽如人意，意和心本来有好坏之分。可是关键在于哪里？有愧于心是有得选。有愧于心会输吗？会。会选错吗？会。可是到最后，我们会输给自己，我们会输在自己的手上。可但是我们有得选。我们会因为自己有得选而认为自己愚蠢吗？不会。所以到最后，我们觉得自己愚蠢的在哪里？是因为我们没有得选，我们的胜负都交付于人家的手上，那时候才是愚蠢的关键。而尽如人意，恰好就是这愚蠢的最大点，就是我没得选，而且我的输赢完全交托于人家的手上。我今天选明年未必是正确的，可是今天如果我终于尽如人意，我有时支持一下明年，我有时支持一下国政，我有时什么都不做，到最后你不但只输给自己，而且你输赢无法掌控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在追求的道路上你是愚蠢的。所以说到完，今天对方认为有两点：第一，他说失去机遇；第二，不反省。其实都并不告诉我们愚蠢在哪里。不遇到不随便摘拿机遇，其实愚蠢并不愚蠢，因为有色自然香。因为姜太公钓鱼，人家自然会找上你。如果你坚持己见，不愧于心，做自己好的事情，如果你是有才的话，一定会有人发现你，好过你尽如人意去做一个小人，反而机遇遇不上你。第二，不反省，其实尽如人意才是不反省的那一个。对方明示说，我会洞察每个人的动机，可是洞察等于你满足了每一个人吗？所以你洞察过后，可能跳一个很好的洞察舞之外，其实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才是我方说的不愚蠢的最大问题，就是说你洞察了过后却不能满足，不知道不能为而所为的时候，这是第二最大的愚蠢。谢谢。谢谢反方二辩，反方所剩下的时间为。现在我们有请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二辩。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对方没有什么逻辑，我们从他的例子切起了。他说他有逻辑啊，有逻辑的。有啊，有一个逻辑是对方说，只要你是一个人选。就是不蠢，对不对？就很多人帮你选，有选对不对？你根据自己的心理选，好坏要自己承担。好，我今天有的选吃午餐，那午餐不好吃，我就要几次；好吃，我要几次，我就不蠢了。好，不过你看人家也吃，有时有的吃，有时没有的吃。如果是很多高级厨师帮你选，他选居然是那对方，你都掉入了你自己的没有逻辑。你明明讲意有好和坏意，为什么我的心就依然是好的？你的意还是好的？我只是所以我问你，你的逻辑是自己选就一定是聪明，人家选就一定是笨？我就按照这个逻辑问你啊，吃东西我自己选就一定是蠢吗？不要问自己队友了，我觉得你有能力。我没有问自己队友，我已经跟你讲了，我有的选，你不要告诉我，所以你就聪明了。我对方，你不要扣我方帽子，无愧于心，不代表是一个蠢的人。所以他觉得有的我输在我自己的手上。帽子，这不是逻辑。我输在我的自己的手上，我吃大便我都觉得没有问题。我们问这个例子吧，那个例子啊，你说啥例子？好，刚才你说，马丁路德金和林肯都是坚持自己原则吧，对不对？
对，你觉得他们没有尽如人意，对不对？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争取是这个种族隔离政策的破除，肯定是得罪白人。他得罪白人哦，他没有得罪白人。答案错了，错。他争取的得罪白人是错的，你要论证哦。他争取的是他的种族会得到人权，尽如人意的人，白人就失去人权，是获得人权的人。白人失去跟一定人权，必然是一者主张一者获得。所以你可能马丁路德金啊，这个简单了。所以你问不下去了吧？马丁路德金，看到了吧，对吧？有没有考虑到尽如人意？没有啦，白人就没有啦，没有考虑到白人的。没有考虑到白人，他觉得他要打压白人。白人必然多，当时的社会就白人多让黑人。所以不然南北战争和人人都考量，他白人也不想打呀，黑人也不想打呀，也是有尽如人意。是吧？当如果尽如方的，对不起，如果尽如人意的话，是两方都会救黑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解决哦。再快点，因为你解释不到，我再快点。我解释了，你是你不听对方没有？如果当时他尽如人意的话，是白人取悦不到，黑人也救不到，这是尽如人意的结果。哦、所以好好，这个结果你是告诉我投不到案，好。蠢，不是难，你不要一直套一个字就反驳，更没有逻辑。他双方都满意不到，为什么等于蠢？他明知不可为而为，当然蠢啊！明知不可为而为等于蠢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不可能做到，所以他蠢，对不对？他本来就做不到，还要做什么的聪明的例子？我举例，请问飞机还没有发明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类是不能飞的，所以来的兄弟画草图的画出来了，他知道他肯定做到，只是你们愚蠢认为。来的之前，那些科学家都是蠢的，对不对？什么名字？他们认为他可以住。再问多一个，爱迪生。对方发，我觉得发明跟争取人权，因为社会学跟科学有差别，对方先弄清楚。科学的论证本来有单向的，社会学本来是双向的，这是你要清楚知道的。刚才你主编讲，所以爱迪生，你看我问你，只因为你主编也是罗丽兹，爱迪生尽如人意就不会发明灯泡，所以你的意思是人民不喜欢。那时候如果半路放弃，人家都会骂他傻瓜。是，他半路放弃，人家会骂他傻瓜，因为人人都想灯泡，也是双方都能论证啊，我都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讲什么。好，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在讲什么？再下一个，对方好，对方的对方讲要满足人意。好，在大选的时候，你要满足马来人的人意，要满足华人的人意，要满足印度的人意，请问你要不要调查？要不要做民调？所以要无愧于心，帮助弱者，帮助对的正义的一方，所以无愧于心才能选到。你要选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如果尽如人意，我问什么问题？帮我讲，你要满足他们，所以不能满足。要不要做民调？要做民调。要不要满足？要不要做民调？要做民调。要不要了解民情？要，然后对，看到吗？你慢慢的在发掘，你慢慢在了解，你在无愧于心就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这是对方套的很大顶帽子，我痛了很多次。我还没有开始问。你过后不要问啊。我没有这样问，对不对？ Okay. 好，所以看到吗？这种人尽如人意的人，他会开始去了解、去洞悉人，他会开始察言观色，这是能力的增长。错，对方无愧于心也会做观察。你的回，对方你的回答定义，你不要把洞察和满足连起来，我只是提醒你而已。我们洞察和满足还有很长的距离。谢。我们再问下一个。OK OK OK。你的还有一个逻辑啊，你就说不统一，就是愚蠢，是不是？刚才已经这个逻辑已经你在问了。啊，就是我破了这逻辑啊，这样没有东西、啊。没有，你可以继续问。OK， 谢谢你。谢谢正方三辩，正方所剩下的时间为。有请。谢谢。其实今天对方投下已经承认我们几点了。第一，前提上他已经承认说人意是不统一的，在大家都不一样的要求底下，人意很难被统一。有，而对方他也说要满足所有的人，你要满足 A 的时候 ，B 还要说不能，所以才有这个南北战争啊，还有白人跟黑人的权益，这一点对方同学不看。然后第二点，对方同学他已经也承认讲说，在满足所有人的情况之下，会有随波逐流的情况。对方同学他也承认，只是说他嘴硬，他不敢承认说那一个是愚蠢。但是这样子的情况是什么？像对方上面所说，如果做民调，你民调今天做的话，明天的民调的这一个他的成绩跟前一天的又不一样了，不然你又再做一次民调，民调一直在做，那到最后是怎样？没有政策实行。徒劳无功，没有自己的想法，盲从，请问这些病难道就不是愚蠢的吗？
对方同学他就是不肯承认说这一种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但是我们更发现到的时候，他不只是愚蠢，而且他还像我方所说的，选择与否我们看我们自己无愧于心，不需要像那一个尽如人意啊看别人的脸色，在两者之间有选择没有选择，还有要看人的脸色，我方当然想说看人家脸色没有了选择更加愚蠢，这一点是对方同学不敢承认的地方。还有第三，我们也说在一个固执还是坚持己见的情况之下，我们问了他几个历史上给予正确评价正面评价的文天祥啊林肯啊马丁路德金等等，对方他却不敢回答问题，他讲说有 IS 的情况， IS 的情况嘛，其实这一个是 IS 他杀人的错，而不是他的这一个无愧于心的错。也就是说对方同学他用偏离的方式来回答我们坚持己见的这一个问题，这一点对方同学还要在自辩里面解释。总的来讲说，前提对方承认了，随波逐流对方承认了，只是徒劳无功，对方他不敢承认而已。谢谢。谢谢。反方三辩，反方所剩时间为。接下来有请正方三辩为他方做出小结。谢谢主席，大家好。对方辩友简单有两个逻辑，第一，他告诉大家，因为尽如人意，人很多，意见不统一，不统一很难满足，可是很难满足，怎么走向蠢？如果很难满足就走向蠢，政治家一定蠢，因为政治家想满足民意；科学家一定蠢，因为科学家想满足全人类的欲望。看到吗？很难满足，甚至有矛盾，为什么等同于蠢？对方辩友没有告诉大家。第二，对方辩友还有第二个逻辑是。他你没有的选择你要看脸色你又等于蠢，可是各位如果你没有的脸没有的选择要看脸色，可是那个人给你脸色给你没有的选的人是教你好的呢，为什么还会是蠢？所以对方辩友的前提是那个教你的人一定是蠢的，如果这前提不成立，对方辩友想根本不能成立，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对方辩友举了很多例子其实扭曲的，比如林肯和马丁路德金他当时反驳什么要把行为分开，ISIL 是因为他杀人的错，这样如果我们把它分开的话，林肯只不过是他追求黑奴有平等的权利的好，不是那个林肯的好，这样子切下去对方辩友还有什么东西剩？反观如果我们用这个来套进对方立场，不管林肯不管马丁路德金，他们都有想尽如人意，如果他们不是想尽如人意，为什么要追求人权？为什么要解放黑奴？为什么要给他们平权？这些都是他在做尽如人意的地方，反正对方辩友讲不清楚到底他无愧于心在哪里，他欠了美国人吗？不一定耶，他妈妈生他出来他不一定欠美国人对吗？下一个要不告诉大家什么对方辩友告诉大家大选的时候要民调，那民调每天换，可是你看到吗，民调即便有所改变，可是他会告诉你趋势，你从趋势你能猜你能学，尽如人意的人需要察言观色，尽如人意的人要开始建立人脉，他们即便蠢也不会蠢得比无愧于心的人，因为无愧于心的人他是想对得起自己，他只看到自己，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不看人，他跟这个社会脱节。为什么一个能够跟社会接轨能够了解社会能够提升能力的人会比一个活在封闭不了解世界不解读世界的人更加愚蠢呢？所以在对这一点对方没有比较，除了很多的辩论用词对方没有根本没有交代他的立场在哪里。大家要注意对方没有该主辩开高所以三个点的他三个点都不用了，谢谢大家。谢谢正方三辩，正方所剩下的时间。选择蠢是不是蠢？蠢是自我断送选择权，让人帮我选就是最蠢的。请问林芳了，如果你也认同人意很难统一，那么这个要追求要去尽量满足所有不统一的人意，是不是蠢上加蠢？
如果自己选就等于不蠢的话，今天我玩网游的时候不见了一把关刀，我选择自杀，这个行为就不蠢。对方，请您回答我，如果同一时间满足不同人的意见，那么今天是不是135黑人做巴士，246白人做巴士呢？这还不叫蠢吗？总结，自己选也可能选得蠢，而且对方朋友一直说要很难满足人意，那对方朋友的主编是做政治家的，政治家最想要的就是满足人意，请问你是不是很蠢呢？自己选可能会选蠢的选择，可是把选择权交托于别人，让别人选择的话，那个更蠢。我们比较更不是比较蠢，对方要论证。再请问对方你已经承认两者要满足所有的人意不同。如果推出的政策是135白人坐巴士，25黑人坐巴士，星期日所有人都不坐巴士，这样子的政策蠢还是不蠢？对，这样子的政策也不能够尽如人意，因为大家也不会满意。重点是你在尽如人意的过程当中，你慢慢去协调，你慢慢去提升。为什么你是摆脱愚蠢还会越变越蠢？所以说都不能尽如人意的话，那不是不伦不类？不伦不类的话，断送又断送了选择权，蠢不蠢？不对，你黑人白人的例子尽如人意是什么？我们不想黑人打压白人，不想白人打压黑人，我们什么？我们实行民主人权，大家公平。请问这个行为蠢吗？民主就是甘地无愧于心的追求，这边要白人度让利益，会让白人不高兴，他也要继续追求。所以对方正好论证，我帮一场，谢谢。甘地本身也在尽如他们当地人啊，他们印度人民的意。相反，你告诉我很难，就等于会很蠢。林肯当初要求黑白平等的时候很难，林肯蠢吗？对方辩友，我不是讲难了，请你跟上战场。请问对方辩友，甘地今天要争取独立，要听英国人的还是听印度人的？所以你觉得很多人的很难听，只是难度推去蠢。再想请问你，有难度只证明这个过程很辛苦，可是你在辛苦的过程当中，你越变越精明，为什么还是越来越蠢？所以如果甘地满足不同的人意的话，那他应该是南印度要独立，北印度不要独立，这还不蠢吗？但他为了是坚持自己的己见，无愧于心，所以才争取到印度的独立啊。甘地为了尽人意，发动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以过后英国殖民政府主动放下这个殖民权利，这个时候甘地蠢吗？错，当时明明有激进派有保守派，是他选择要走保守不是走激进，所以也没有尽人意。所以对方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在人意不同的情况之下要求尽人意，就只会让我们变成墙头草两边倒，都不是聪明的选择，是更愚蠢的表现。对方没有，这样子阴白历史真的毫无意义。你刚刚说因为做这件事情辛苦就等于蠢，我很辛苦的去读书代表读书很蠢吗？不是辛苦，而是你变成墙头草，墙头草没有主见，怎么叫做辛苦呢？下一个问题，请问您方了，如果他喜欢听的话，请问唐太宗会变成贤君还是变成昏君？终于听到对方逻辑了，墙头草是辛苦，墙头草就是蠢。请问对方辩友，马丁路德金到甘地哪一个是墙头草？如果说墙头草把那一个皇帝变成了愚皇帝，蠢不蠢？你没有回答我问题，如果尽如人意真的就是墙头草的话，那想要尽如黑白两边的人意的林肯到底为什么是墙头草？对方辩友，所以你告诉我的是魏征是愚昧的还是不愚昧的，请您回答。所以总结，这些伟人都尽量满足人的意愿，对方辩友他很聪明啊，他蠢在哪里？我们谈的是唐太宗的问题，所以魏征一个人的尽人意反而会让唐太宗本身也变成愚蠢，变成昏君。请问您方了，不仅自己没有想法，也让对方没有想法，岂不是两重的愚蠢吗？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再谈到底这个伟人是尽人意还是无愧于心，到底他是不是强多少，重点是人心我心或是人意都有，是有好有坏的地方。重点是我们看两个追求的态度，你追求尽如人意的话，你在满足别人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去做协调。反观你追求无愧于心的话，你只坚持自己的标准，请问你坚持自己的标准会进步吗？如果不讨论尽如人意，也不讨论无愧于心的话，那对方同学不是离题了？不是，是你谈好的例子有好的讲，坏的例子有坏的讲，你这个没有在论证立场。从态度上来讲，我们的是固执己见，你们的是更肯听取更多意见，为什么你的反而更蠢？根据自己的选择，坚持自己的选择，固执自己的选择。请问您，昂山素质也是这样子？在现实需要人与人协调的这种社会当中，你坚持自己的那套，你会不会失去机会更多？为什么失去机会更多会不是更蠢？对咯，昂山素质就失去了去外国照顾孩子的机会，跟老公团聚的机会，失去自由的机会。可是他有蠢吗？不见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要满足他人民的意愿。对方辩友，他同时尽如人意，不要再拿成功的例子，我们在比蠢，你一直拿伟人，怎么比蠢呢？对方不让我们拿成功例子，可是对方却一直举那些 IS 的例子，不懂什么叫州官放火呢？所以我们请问各位，对于一个无愧于心的人来讲，说成败得失转头空，几度夕阳红，计算得了什么？对
对方辩友，你是不是打算因为林芳有一哪怕一刻成功例子，因此林芳立场得正？那我们进入仁义也有成功的例子，那时候林肯要进入黑人白人的意思，我们进入了民主，林芳这样子拼成功例子有什么意义？我方并没有拼成功的例子，昂山素季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我们只是说不要把自己的选择断送出去，所以对方不要起跟上例子。所以你要嘛谈成功例子，要嘛谈伟人例子，为什么你从来不敢跟我正视一个顾自己的态度和一个听取意见的态度，谁比较蠢？我们现在不只是单纯的讨论例子，这是对方同学没有看到，是例子背后投射出你断送选择权与否。断送选择权这个问题，对方不敢回答。到底是谁在断送选择权？你即使万幸无愧，你坚持了某一原则之后，比如你选择了直爽的原则之后，你就失去了讨好人心的能力。是谁在做自我封印、限制自由？如果要讲讨好人心，当年布鲁诺也要，如果按照你的逻辑，他也要讨好人心啊。那他为什么他最后的热心说怎样可以成功呢？如果谁是每个人都说他不成功啊？所以他的选择就是讨好人心，他将放弃选择嘞？讨好人心背后是会被人杀头的，对方没有，请回答。布鲁诺那时候坚持无愧于心，有真相必须讲出来，结果是什么？活活被判死。如果当初进入他家人的意愿的话，告诉他先隐忍一段时间，你慢慢教化群众，他可以创造出更多伟大书籍。另一方比成功例子，我方不是更成功吗？是的，所以如果无愧于心呢，可以让世纪走向知识的光芒。可是如果继续尽如人意，听从教皇的话，那么人类永远不会发现到其实太阳是中心。尽如人意让世界继续愚昧是两重伤害。如果你选择无愧于心，你就被活活烧死。尽如人意一段时间的隐忍之后，你可以把真相公诸于世，哪里一个比较蠢？对方没有看起来很怕烧死，我奉劝对方一句话：人生之苦虽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然后呢，有明句，可是你有解释为什么这个例子还是蠢吗？对方没有，所以他不蠢哦。他死了过后还是坚持到现在，你我读的书都是热心说，所以他即便用生命换取一个聪明的现实，和蠢在哪里？他用生命，学说后来是被后人给证实的。如果他既没有亲自证实的学说，又活活的被烧死，我听不出不蠢在哪里。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推出那学说的时候，其他人要判他死刑的时候，他应该退守，把他学说收起来，是这样子吗？陈小姐，你的禁如仁义为什么只能听皇帝要杀他那个人吗？其他人不是人吗？那人民反对不是人吗？他家人不是人吗？这人都不想他死，为什么要死呢？对方没有，当时候的权威是地心说，所以对方怕烧死，是不是要这个布鲁诺坚持地心说，放弃热心说？所以对方回避了仁义的多元，仁义有好的仁义，有坏的仁义。林芳好的例子是建立在那个仁义是好的，林芳的仁义都是集权的仁义。那我方可以说是好的心吗？不对，我们讲的是仁义，有些告诉他你不要死，有些人讲你去死。那这样的话，他到底要不要死？他应该要坚持自己的己见，还是要这一个进入仁义？对方同学，你为什么不敢？他应该为他妈妈着想，进入仁义。要不要我先讲？对方辩友，不是，他要应该坚持地心说，不然我热心说，不然我现在听的是地心说。他进入仁义，他不死，他也是能宣传他的热心说，有什么问题呢？你在哪里呢？好一场唇枪舌剑的自由之辩，现在到了双方的总结环节，我们有请反方思辩为他方做总结。您所剩下的时间为，有请。谢谢，我还有六分钟，我们可以慢慢解释。首先，逐一解构正方的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其实很担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我们无愧于心被杀了怎么办？如果我们无愧于心，我们没有工作了怎么办？我们没有人脉了怎么办？听他的说法，就好像是说，如果你要只要尽人意，命啊、钱啊、事业啊、成就啊，一切都可以唾手可得，这是符合我们的常理的吗？我们知道姜太公80岁一文王，他之前什么机遇都没有，可是正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终于等到出头天。如果曼德拉本身是一个墙头草，昨天顺白人的意，明天又是黑人的意，请问你方，我们会推崇他作为我们的这个民主偶像吗？我们推崇他作为我们民主领袖吗？不是。所以其实真正的要得到机遇，是靠自己的原则坚持下去，让人家发现你，让自己感动世界，让世界看见自己，这才是掌握机遇的正确方法。林芳谈的那一套是看到好人要说人话，看到鬼要讲鬼话，黑白两道通吃，你是很圆滑的。可是你这种东西不叫蠢吗？为什么他们觉得不叫蠢呢？因为他觉得可以保命保事业，这种东西反而是世界上人生态度里面最蠢的一种方式。
我们知道每个人生下来有自由意志，有自己独特的潜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也有自己弱的地方。如果我们没甘心把自己的一套潜能不由自己开发，不由自己发挥，不由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要去做什么，你听人家的，你让人家决定你的路要怎么走，你让人家决定你的潜能应该是什么。如果你很喜欢化学，人家说不对了，学化学没有前途，你要读个律师，那请问你方了，你把自己的决定权断送在人家手上，为什么不是更愚蠢的呢？是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可能会碰钉，可能没有地像对方所说的，可是输也是输在自己手上，而不是把成败交在别人手上，交给人家手上的，就算我成功了，你能告诉我说这是个聪明的态度吗？不能。下一个更没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无愧于心，坚持错的事情怎么办？坚持一个很错误的价值固执怎么办？那我请问各位了，如果我们说坚持不懈是个美德，可是坚持不懈的去杀人是不是个美德呢？我们说有创意是个好的事情，有创意的去杀人在 IS 下又是不是美德呢？不是。所以无愧于心是美德，可是无愧于心的去做错的事情是不是美德呢？不是。所以关键是在于后面的动作本身，而不是前面的心态本身。对方从头到尾都在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竟然还有三分钟，下一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其实很简单，他们告诉我们什么？他们觉得我方只能认证，其实不统一只是等于很难而已。可是这是对方盖我们的帽子，我们没有告诉你说因为不统一就等于很难就等于愚蠢，这是不是我们认证线？而我们是说如果仁义不统一是双方的共识，而对方准备又告诉我们所谓的尽仁义就想满足每个人的意愿，那这两件事情加起来是一个极端矛盾的状态。就好像说我想要发明一个可以融掉世界一切东西的容器，那这个容器你用什么来装？在追求这个方向的人不是一个愚蠢的人吗？就像你想说我要发明一个能在火里面不灭的水，这两个很截然矛盾，那你追求这事情不是很愚昧吗？所以我们不是要告诉他很难，而是要告诉你说如果你要去每天去顺从一个多元又不统一又可能是对立的状态的话，你的最终结局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墙头草。你两边都想讨好，你两边都不想得罪，你两边都想靠拢的时候，你自己呢？你的声音呢？你的良知呢？你的良心在哪里？没有。这不是蠢的一件事情吗？对方之所以觉得为什么尽仁义比较好呢？因为是因为对方是一种倚老卖老的心态嘛。他觉得说，你看我们这一代人吃盐比你们吃饭多，所以你要尽仁我们的义准没有错的。因为如果你自己听自己的话，你可能会走歪路，你会断送机遇，你没有钱，你会做错的事情。可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去评断后代人的选择呢？我们为什么要去用我们50岁的这个睿智去评断20岁的人的坚持呢？50岁的人看20岁的小孩子去站着，他可能觉得你很蠢。可是对他来说，更蠢的事情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或者说坐两墙头草去两边倒，这是更加蠢的事情。所以我们才告诉各位什么？其实总的来说很简单的问题，尽仁义到最后只有几个结局而已，而这几个结局都是很愚蠢的。第一个结局，两头不到岸。追求两头不到岸，岂不是一个徒劳无功吗？什么叫顺着哥来施少益？什么叫做你想追求两个太贪心，两个都做不到？这是一个愚昧的行为。第二个，你到岸了，可是那个岸是你的吗？那是别人的岸啊，那是人家的想法，那是人家的事情啊，那是人家见识跟智慧，那跟你一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自己跟从人，你自己没有智慧的增长，你有的是跟从能力的增长，跟随力的增长，做个跟屁虫，为什么叫做更聪明的呢？甚至我总结而言，对方说到最后只是说，如果我追求尽仁义可能会让自己变笨，可是追求尽仁义最恐怖的地方是它不只让你自己变笨，它让你的对方也会变笨。怎么说？如果父母追求尽仁义，他每句话都依着那个孩子的，孩子最后会变成一个草莓族或公主病，因为他没有这个机会去听取不同的意见，他没有这个机会去接触不同的声音跟建议，他失去了反思的空间。唐太宗也是如此，如果魏征当初是听他的意说他好话的话，他现在不会是个贤君，因为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得知名师。可是如果这个人说的话都是合你意的话，你会长进吗？你会愚昧吗？你只会做成一个越来越愚昧。所以他为什么更愚蠢？他不只让自己愚昧，也让对方愚昧，这是双重愚蠢。谢谢。谢谢法
辩，现在我们有请正方四辩做出最后发言，正方所剩的时间为。Hello. 谢谢郑文凤。谢主席大家好，刚刚对方结辩有句话讲得很好，以人为镜，可得证明师。什么意思？别人的意见往往更客观，更能够告诉你什么叫一个正确的人生。这个恰恰是发对方的立场嘛。对方告诉我们问心无愧，为什么你活得很开心？为什么啊？对，为什么这么值得？为什么不蠢？因为这是你选择的人生。但尽如人意不是我选择的人生吗？我选择要让我身边的人开心，这个不是我选择的吗？对方辩友，明方的我选择，我不看不明白为什么是问心无愧独有。第二点，明方说谈自由意志，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不被价值捆绑。明方一辈子都活在价值的牢笼之中，明方封锁了一切人生的可能性。什么意思？你坚持要直爽的原则，我有话要直说。你封锁了能用善意的谎言去讨好身边人的能力。你封锁了更多的能力与阅历，你永远体会不到善意的谎言讨好别人的时候，看到别人的笑颜那种幸福感。到底是谁在自我封印，封锁着人生的自由意志？尽如人意人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满足其他人，在这时候我选择了更多样的人生。我在满足每一个人的时候，我都有收获，我体验了另外一种人生。到底是谁让人生设限？到底是谁让意志不自由？恰恰是问心无愧，看没有？明方最大的问题是以为问心无愧自己选择人生必然代表自由，不对，明方是困在价值牢笼之中自以为自由。什么叫价值牢笼？我们打辩论的人为什么我们觉得聪明？因为我们懂得多角度思考，我们从来不认为任何一个价值任何一个观点是真理，这叫自由意志。明方问心无愧是什么？哪一个价值锁住自己？直爽的原则必然是对的，其他原则都是错的，明方体验不到另外一种人生，用善意的谎言来让别人幸福的人生。明方体验不到人类另一种可能性，明方封锁了一切的能力。如果你要发谈自由的意志、自由的人生的话，恰是尽如人意更能做到。说实话，今天我觉得很失望，对方辩友十二分的队伍黑侠客竟然在这里拼例子。谁没有成功的例子？大家打辩论都打过，尽如人意没有成功的例子吗？特丽莎修女要满足每个战场的人，战场上的人让他们回去看他们家人，是不是尽如人意？是。他有没有成功？有。今天我们是讨论伟人的例子吗？这样子拼例子对底下人到底什么获益？这是我很想问的问题。说实话，只是觉得今天辩论超没有意义了。第三点，对方不断告诉我们，有的选择不愚蠢。如果你的选择是愚蠢的，到底是不是愚蠢？我因为在网游里面，我不见了一把关刀，我去选择自杀，这个选择是不是愚蠢的？为什么有的选择不等于就等于不愚蠢？对方辩友从头到尾没有告诉我们。第四点，对方不告诉我们，你们尽如人意的人一定全部是坏人来的，我问心无愧一定是好人，真是这样吗？问心无愧也有坏人，就好像什么，我强奸了老婆婆之后，我讲我还问心无愧，为什么？因为至少没有强奸老公公，我还有尊严。所以你要谈坏人，大家都有；好人，大家都有。我们讨论是谁在追求人生的意志，谁在让人生颠覆更多的可能性，谁在自我封印？是明方，对没有？你的问心无愧，每坚持一个原则，你就封印一种能力，封印一种人生。什么是真正自由的人生？像王志忠所说的，像打辩论的人这样子，我在此岸望彼岸，我永远不靠岸，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人生。我们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真理，不认为世界上有什么绝对对的观点，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我想告诉大家的东西非常简单，为什么尽如人意更聪明？因为在选择这条道路上面，我有所获益，我累积了人脉，我让我身边的人开心，我学会了去探视别人内心的能力，我在累积能力，明方在封印能力。明方问心会得到什么？就是不断的自我固化你现有的价值，不断的不聆听别人的意见。明方累积什么能力？我真的不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非常简单，两种人生，一个是封印自己的人生，封印你的能力，封印你的阅历，这个是问心无愧。尽如人意什么？尝试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永远不要靠岸，这才是为什么我们说辩论让人聪明的地方。这个就是对方最大的问题。什么是真正自由的人生？就是你懂得没有一项真理是永远真。所以我们告诉大家的东西非常简单，为什么要选择尽如人意？当然双方都蠢，尽如人意像你说他没有主见， OK， 问心无愧的人活得不聆听别人意见，但我们至少里面有累积，你懂吗？人脉，看到别人的笑容，
我累积了去学习探讨人、探测人心、人家内心的能力。您方问题会累积了什么东西？就是我为自己。所以我告诉大家的东西非常简单嘛，如果在两个蠢的人生里面你只是被逼要选择的话，选一选尽如人意，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收割的过程，在这过程里面收割人脉，收割幸福，收割别人眼中的笑容，问心无愧没有，就自己在那边自嗨。所以我告诉大家的东西非常简单嘛，怎么选都好，不要选择问心无愧的人生，不然你会后悔一生。谢谢。现在是缓冲时间，有请评审进行投票。一初赛二成绩如下，印象票正方一票，反方两票。现有请评审简单交代你们的判决。我判的方式就是谁能够更多质疑对方的问题，所以我就判那一方赢。我听到正方比较多去解释解决对方的问题，所以我判你们。我有整体来讲，到最后我听到的是，我觉得反方，我是觉得双方所举的例子都不必然都有各式各样可能性，有时会好，有时成功，有时愚蠢，有时不愚蠢，所以所有例子我都，但这是都各有可能性，所以我都不看。我当时到最后我是觉得反方推到去是仁义，因为仁义到最后是一种，你还要到最后你是要去。选择最终还是你由你自己选择，这是对反方推的第一个价值，到最后由你自己选择，所以你相对不蠢。当正方给一个下一个回应是你自己选，也有可能选到蠢的那一个，但是并不代表你那个你尽如人意选不会选到蠢的可能性。所以到最后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依然该只带出说不必然，这样在所有东西不必然之下，反方能带出相对一个是自己选相对没那么蠢的价值，第二个是让这第二是双重愚蠢的概念，就是他不止我蠢，我可能影响别人变更蠢，所以我判反方。我是投给反方啦，我是觉得关键就是在于那一个反方讲的自己有的选，有时也会选错，还是很蠢。不过把这个选择权放在自己的手上，总好过放在别人身上。我觉得就这个点，他们从传一开始就打完了整个自由辩之后，我相对来讲观测，那我觉得那个回应讲说呢，有可能选错，其实也是在那一个他们的那个论证底下的东西啊，其实是没有直接中 point 啊。所以哟，我没有反方。好，所以初赛二由黑侠客胜出，片手现在可以退席，谢谢。